台中南屏宫啊，有准备要找一啊，咱的发财的这个金币钱，要来给大家来安家来事业可以发展。我们每年发金币啊，都有一个限量，大会准备了一万个金币。那么金币发完为止啊，也希望拿到金币啊，你许愿啊，希望你有好的开始。我们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勤快，还要有忍耐啊，这个带给你的福气，希望你好好的珍惜。我谨代表卢秀燕市长来祝福大家鼠运亨通，新年快乐，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那也非常感谢南天宫哈，他每年都举办这样子的一个钱母发放的一个活动，那让我们所有的市民哈能够来到我们台中市东区，然后一同来感受这样子的一个喜气，然后同时来参拜我们的关公，发扬我们关公的精神。我们大概11:30来排啊，这些后面的都是啊，对啊，对对，不是家属啊，好朋友啦，我们排五年了，对对对对，排五年都这样子，对啊，觉得说蛮不错的啦，啊，让我们的身心蛮健康的这样子。我昨天晚上就是12点也在这里啊，就运势不错啊，对对，啊，像我工作也比较顺利这样子，大家都是运气，就是这边聚会啊，一年一次这样子。今年台中南天宫为了庆祝金鼠年的元旦活动啊，特别也邀请了这个五个公仔啊。第一个我们就是关帝爷啊，跟我们周仓将军，以及我们的关平啊将军，以及我们的财神爷，还有我们的文昌爷啊，都来给大家添喜气啊。希望借着这个我们的公仔的活动，能够带家给更大的喜悦啊，更大的福气啊，最后敬祝大家阖家平安，阖家快乐。